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，去吗黑吗这难避的屏风，战吗战吗一最卑微的梦，直到黑夜中的午夜金曲歌王陈奕迅近日在中国台北小巨蛋举行 Fear and Dreams 巡演最终场，吸引大批粉丝前往观赏。然而，也有歌迷表示不希望听到《孤勇者》这首歌。对此，陈奕迅也做出了回应。陈奕迅唱完第二首《床上的黑洞》后，看到台下有歌迷举红布，上面写着忘记歌词、不知所谓、渐渐、绵绵等粤语歌，宠粉的他一一清唱。他还开玩笑说，我下次开演唱会我就不用乐队，你们写什么我唱什么，还会自动摇摆，而且也没有歌的数目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我只要唱半个小时不爽就走了，一起吃便当，很好的想法。此外，陈奕迅唱红许多代表作，台下也有歌迷举牌敲碗忘记歌词、不知所谓、渐渐等金曲。对此，陈奕迅也以清唱的方式渲染，更开玩笑说，下次这样开唱不用乐队，你们举什么我就唱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因为不一定要把整首歌唱完，笑翻众人。不过却有人表示，我真的不要听孤勇者，让陈奕迅忍不住回呛，你不要听就离开，但不用离开，因为我也没打算唱。他告诉歌迷，有时候不用太在意，现在意见很多，听完不喜欢就转头离开，岂料真的有人离开，你看有人离开了，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我很好，他付钱，不敢置信，他走了， OK， 我不在意了，爱已经交换了，令他哭笑不得。